荷兰小镇乌赫斯特海斯特日前开放了一个独特的人体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高35米，由塑料材质建造，参观者可以从膝盖开始正式进入人体，顺着通道一路抵达大脑和眼睛，还可以通过参观人体内各个器官展厅来了解人体。展览通过全息图、影像资料和其他互动方式来讲解人体奥秘，将知识性和娱乐性融为一体，提醒人们要爱自己的身体。每次游览人体博物馆大约需要55分钟，每天仅允许1000人参观。